庆祝新隆圣殿5506周年的圣诞，嘉义市的大天宫举行为期6天的整个新隆文化节。伫咧16号是来进入着最后的高潮，庙方伫咧一透早就来举行祝寿大典，吸引大批的信徒准备神花送过到现场参加。嘉义市副市长李雪珍嘛来担任着主祭官，带领着满场的贵宾虔诚焚香祝祷，祈求国泰民安，五谷丰收。今年超过300栋的嘉义市大天宫，18号一透早就客满来自全台湾各地的信徒，将庙内客到满满满，并将准备神花素果虔诚上香，为新郎大帝来祝寿。庙方嘛伫咧透早6点半举行盛大的祝寿仪式，由嘉义市副市长李雪珍担任主祭官，真神鼓励，带领着全场来宾虔诚祝祷，祈求五谷丰收、国泰民安，现场气氛庄严隆重。嘉义市大天宫创建在清朝康熙年间，将神农氏、伏羲氏和轩辕氏三位圣帝合祀一宫，都是供奉全国唯一的神农圣帝护驾金鸡神。到即卖已经有307栋的历史，庆祝神农大帝圣诞。除了在16号举行的这场相当盛大的祝寿典礼，今年更首度来办理着神农文化节，结合着民俗、工业和工业性的活动。期盼民众在活动当中会当来感受到怀古、尊古和敬神的精神。最新新闻，张国平、王小三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